鲨鱼与人类，我是刘子宁。眼睛是鲨鱼的灵魂，我的作品是我们。眼睛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概念，鲨鱼是作品语境的背景而已。我希望通过一只巨大的眼睛来反射人类社会中的冷酷和无情。鲨鱼的眼睛逼迫我们面对这个残忍的现实。我觉得环保结合艺术能够放大这个话题。艺术是非常感性的，能够唤起复杂交错的感受。我希望通过这种感情让人们引起共鸣。鲨鱼只是展览的一个符号，更重要的是看到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。鲨鱼计划这次切入了环保这个大的观念，希望将来能够通过更多的作品来探讨这个话题。中国年轻艺术家很难得有机会在国际知名博物馆展出，这次我画的两幅作品的语境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和鼓励，是一次很有启发的体验。